耶、yeah, ！我是 AK， 一个老公，一个爸爸。今天要来抓熊了。今天是老三。当然。哦，大雪山线，因为前一阵的台风啊，所以如果从溧阳线的话，我觉得一定是封路，然后加上路况已经超级不好，所以选择了一条这个所谓的灯光美、气氛佳的路线。好，然后一样呢，今天我们有小伙伴。来自这个摇滚界黑暗摇滚界的英文老师，我是英文老师，哈，叫啦好 ，OK， 好不好？他是今天我们的小伙伴，希望我们今天可以一路平平安安的到达三角点，然后慢慢走，因为前一阵都是下雨嘛，所以路况可能有点不太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南侧登山口，北侧的登山口在古关溧阳，我们在这里，那就一路轻轻松松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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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在这边，哇，起雾了耶！一进来就这样那么漂亮，云雾环绕，阿丽丝梦游仙境的路口，超像的。雪山线呢，路口一进来就这样一路都缓缓的下坡，一直在下坡。哦，今天好舒服哦，云雾环绕，好像在漫步在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森林梦幻的国度。那路基其实非常非常的明显，这条线算是热度不是很高，沿途啊那个指示牌、黄标、光贴，然后各大的这个。登山团队的榜单都很清楚，所以基本上慢慢走，我觉得这条线真的是美啊！爱拍照的小伙伴一定超爱哦！你看，身后马上出大景，你看 ，Oh my， 好美哦！跟着绳子转，好规矩，来哦，朝向我们神主牌。啊，1796，一个半小时到。啊，